ยอะ第一个上去居然直接给叼，然后过期完一点，贴下钱货，过来喂，很大声的，很粗鲁啊，人没有到心到心啊，那这一方向钱货，我硬挺就清楚啦，有的有说就没有跟他通关的嘛，高一在家通关就还手里一点，一点到了，一点就那么一点到了，过后还是有时候会很，哎，很粗鲁就对了吧，有咯，还有点啊。就是他笑的时候，露出啊牙齿，然后我们他们在我班上看了，就让人家觉得很好笑，心情会比较好一点。这就是他的优点了，有没有？杨刘伟玲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好坏哦，你讲，他会欺负我，然后他每天都因为每天这样走路，这样好像不走方便，这样。然后每天走路就要看路，可是也不会撞到门哦，不过他是什么？ 看到都不爽哎，你想他把他踢了，撞到门了。然后他每天哦，因为我这样，我那每次叫他扫地，他都不要扫，我随随便便扫扫两下，气死我。而且走还来打，每次都是这样的。然后每天跟他阿姨一起联合欺负我，我都不懂怎么了。所以就是，然后他一点铺路，怎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一个人在他们在吃饭。 然后我们就穿出舒服，穿过了，他们就来欺负。哪里看到没有穿衣？对，真的蛮邪的呢。但还说看过哈。对呀，是。好像不啊。对的，范。等等，我们要先唱什么语言的先？华语。来文、英文、广东。还广东哦。不会啦。 你唱就好，你唱就好。哈密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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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哦！哈密达，今天要把钥匙按下来，按下去一点，按下下。拜拜。华语的先来。拜拜。我就让主播站住。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前途愉快，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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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幸福，祝
你拍照吗？你拍照吗？你去放一个 flash 那个火，你放在录音。来，咬蜡烛，咬蜡烛。想咬啊，你按了那么下。有诚意一点可以吗？是啊。它长期在里面。那你有下？你看你要几斤重？是下去，你说有一次我没有拍到，你说有一次。我没拍。
我就有一次我就陪在了。哎，讲一下神之愿望。什么讲？三个讲两个的吗？三个讲两个吗？一个最重要，自己守住啦。你看，你看，你最小的那个愿望一定就是守住的那个。什么嘞？讲讲。你不要跟我讲世界和平懂啊？没有啊，不好意思，世界和平鬼屁事，都鬼屁事啊！只要为民在天，世界都不会和平。说得好。现在讲，讲讲，久没有洗的鸟，很困难咩？很久没有洗，很久没有洗的鸟，你要记住，你不一定是没有啊，没有，还是你很多年没有洗的鸟。这样你有没有很感动？今天终于许愿了，不要哭嘞，不要哭嘞，不要哭啊！我怕你看到他眼泪了，你知道吗？最想第一个愿望是什么的？你爱想想想想了，没有人转，不敢转。你讲，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能身体健康。第二就是微笑。第二呢，希望可以考好一点哦。第三就我自己都这样。哎，你的愿望很像那种去拜拜哦，跟身边的，知道吗？我身边的人哦，身体健康啊，身体调好一点啊，我认识你是我荣幸，你对我很好，生日快乐，祝永远。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Open他的麦，请送你啦！送你那个夜夜老女啊！啊，我林祝你生日快乐，然后祝你啊，考试考得好好。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个是这样子，考过那个 Happy birthday！ 那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OK，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希望你美梦成真，然后你的节目找到白马王子，快点听到你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